哈，王浩先生，没事啊，哎，放松放松，别害怕，别害怕，别紧张啊。这次面试啊，就问你三个问题啊。啊，面试？哦，对，我是来面试的。那你问吧。那我开始问了啊。第一个问题，听好了，有两个女孩，一个呢是你喜欢的女孩，另一个呀是喜欢你的女孩，你会选择哪一个呀？不当舔狗，我选喜欢我的。哦，第二个问题啊，你呢是喜欢能够陪你一起成长的呢，还是能带给你荣华富贵的呢？愿意陪我一起成长的，遇到了我一定不会错过。哦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你能够遇到对的人吗？为什么不能？好，很好，非常好，下一个。啊，这就完了？啊，完了呀，你回等消息吧。啊，好，好吧，一定等消息啊。这里是牛马代偿还账单提醒，您在平台即将到期，应还为666.66元，偿还日为11到15日，请您于偿还日当天7点前确保账户余额充足，维护良好信用记录。这牛马代一代变牛马呀，现在也没个工作，哪有钱还啊？不是吧，这么快就来了？哎，该来的总归是要来的。哦，还好只是快递，这么大个，不会是牛马袋给我的警告吧？女孩，我不记得我买过充气娃娃呀。不对，好像是个真人。去了，谁把这东西寄给家门口啊？难道是牛马袋？好歹真是下血本啊。机器人下落不明，科技公司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上次面试的那家公司。这是说明书。机器人吗？这科技公司想得真周到呀。等下我给他换上。还要充满电才能用，先出去透口气吧。生活好像突然变得有趣了起来。一天没吃东西了，我得吃点好的去。小心、啊、有人追我，你能帮帮我吗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小子，你谁啊？滚远点啊！我警告你，别在这耽误事。你别过来啊，我是他男朋友，你别想动他。男朋友？你告诉我，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吗？和你有关系吗？你能帮帮我？没事吧？没事。我不认识他，也不能让你欺负一个女孩。我数三个数，立马给我滚！耽误老子好事，你赔不起。一、二、三了啊！
走，快走。暂时安全了，要我送你回家吗？谢谢啊。哎，醒醒醒醒！哎，你家在哪儿啊？只好这样，现在回家了。这女孩怎么满身酒气？这得喝了多少呀？累死我了。哦，对了，还得把她藏起来。先放在阳台充会儿电吧，别误会了，可就说不清了。这一天可真刺激啊！哎，你醒了？哎，别！你个变态！你听我说。所以只能把你先送到我家里来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我真的不记得发生什么了。你还好吧？谢谢你替我解围。还好。对了，你怎么满身酒气啊？那个追你的人又是谁啊？一个没有酒品的投资人一直灌我酒，我就怼了他两句，他就把酒全都撒我身上了。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啊？欺负女孩子算什么？哦，对了，可以麻烦你件事吗？我想借洗手间用一下，整理一下。嗯，好啊，就是有点乱，你别介意啊。在哪？出门右转就到了。哎呦我去！能帮我拿件衣服吗？衣服，有，有的。怎么都是这些破衣服呀？哎呀，那些女装也不行啊，会以为我是变态的。该给他哪件呢？有吹风机吗？有，我去给你找。得麻烦你一下，能帮我吹个头发吗？啊，好，好的。是不是发烧了？我本来就有点感冒，再加上又喝那么多酒，现在还觉得头晕晕的。我去给你拿药。到底是哪一个呢？我觉得是这个。快吃吧。治便秘的吗？啊，你没事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也分不太清，到底是哪？应该是这个。快吃吧。茄粒康，你平时天天吃这个？不不不，我健康的很，很快的。
这个是治感冒的，快吃吧。谢谢。不客气。真是给你添麻烦了。对了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我叫王浩，你呢？我，你就叫我菲菲吧。好的，菲菲，早点休息吧，我睡外面，记得锁好门，有事叫我。晚安。晚安。头好晕啊！原来昨天是真的呀，我还以为在做梦呢。早上好呀。你谁啊？你好，我是夏洛不明科技公司制作的 Muse 九型机器人。哦，差点把你给忘了。你是充满电就自动开机了？请为我取个名字吧。还要起名字呀？不如你就叫……谁会叫这种鬼名字呀？哎，上回那个奇怪博士说让我等消息，是不是说等小溪呀？今天晨曦又这么美，你就叫小溪吧。好的，以后我就叫小溪吧。小溪，小溪，不是小溪吧？好的，以后我就叫小溪了。小溪内置软萌甜心，风情万种，青春活力，三种模式可供选择，请选择模式。还能设定性格呀？那我选。昨晚那个女生是谁呀？啊？啊，你说的是菲菲吧？她喝多了。那你就把人家丢在外面，吹了一晚上的冷风。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你已经有意识了。算了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这。这该死的人工麝香和金银花在我指尖流动，入口柔滑，回味无穷。那个这是花露水，跟我都一样。想来点更刺激的吗？这哪来的音乐啊？本小姐可是自带杜比5.1立体环绕音的，可以给人带来3D 立体环绕感觉。还想看别的吗？我可以更奔放，更狂野。好，好呀。不是，怎么回事？免费体验到此结束。若想解锁更多模式，请充值1888元。冲冲冲！不就是钱吗？也有牛马带啊，借不就完了？我马上还，救命！啊！丢在外面，吹。亲爱的用户，由于您没有选择付费体验，将为您切换为普通模式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别走，哎，你等一下。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充电去了。怎么不充钱，性格都变了？哎，你等会儿。
你还有什么免费的功能吗？有啊。来，给我按按腿。收到指令。这力道还可以吗？这语气感觉好机械啊，不会出什么幺蛾子吧？等，快放开我！啊，累死我了！这搞的什么破功能啊？谁呀？老王，你看你哥我今天有啥变化没？你要结婚了？我可没钱随份子。嘿，别关门呐！你哥我今天入职了新律所，带你吃饭去。这位是，你好，我叫小西。小西，好名字啊！我叫公辉，是我老王的好朋友兼好哥们，你可以叫我老公。老公？啊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怎么又来了？王浩是吗？你的快递。